大家好，我是小徐，这几天黑黑得了细小，一直在医院治疗着，很多关注黑黑的人都特别担心黑黑，说现在黑黑恢复的怎么样了，也就是怕大家不放心，今天从罗天那边开车来医院这边看一下黑黑。我的眼睛已经好了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的眼睛就是结膜炎真菌感染了眼睛，然后医院给拍了那个药，滴了眼药水，现在眼睛已经好很多了，然后今天眼睛好一点了，我就来医院这边看一下黑黑。黑黑现在恢复得很好，就是食欲方面也恢复了，精神方面也恢复了，但是还需要在医院治疗2到3天，就是稳固一下他那个病情，病情稳固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他带回我们基地了，可以回基地跟我们的狗狗团聚了。然后现在我给大家就是看一下我跟黑黑互动的视频，以及黑黑就是下来自己在地下玩的视频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家人们一路的支持。嘿嘿，你还认识我啊？干啥？这是肉，我的肉，饿了，有胃口了。你咬我的肉干嘛？还记得我啊？几天不见还记得我啊？我心想你肯定把我给忘记了，这医院治疗4、5天了，我心想你肯定把我给忘记了，没想到还记得我。嗯，真乖，等你康复了咱们回家。饿不饿？现在还不能给他吃东西，他有了，已经有了食欲，再治疗2到3天基本就康复了，等他康复了之后再给他吃东西。现在他身上有了食欲，因为是细小嘛，细小的话还是不能吃东西的，等彻底康复了之后再给他吃东西。你看他现在有食欲了，把我的手当肉了，看，把我手当骨头啃了，两个眼睛超级有神，不再恐惧了。刚救他的时候两个眼睛恐惧的害怕死了，现在两个眼睛也有神了。好啃吗我的手指头？啥味道我的手指头？血猪蹄是不是啊？我的手是不是血猪蹄？哎呀，你真啃啊，你真当骨头的啃啊，那是我的手啊，你还真把它当骨头的啃啊。好吃吗？看，现在精神恢复的还不错，幸亏发现及时，然后及时送到了医院治疗。如果晚几天拉血严重的话，送过来那就不一样了，又一个状态了。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活动的地方，一会儿把它放在地下活动一下，因为它是细小，不能出外面活动，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动，不然会传染其他的狗狗。这是医院，医院的狗狗就是人来人往的，也不是很安全，所以放在地下一会儿，让它活动一会儿。你为啥非要挨着我呢？挨着我有安全感啊。认识我了，他现在已经知道我救了他，非要挨着我，放下来让他玩会儿。他只有这1亩3分地可以玩，只有2天就可以把他带回家了，有食欲了。刚放下来的时候，满世界找吃的。还是只小狗，1岁左右的小狗，看它的眼神多有神啊！现在比刚救的时候眼神有神多了。你看它就要挨着我，非要在我旁边动着，可喜可贺的事情啊，也是一件。好啦，病好啦。瘦了，在医院治疗了4天又瘦了，瘦了3斤左右，来的时候是12斤4两吧，现在10斤不到，你看瘦的，皮肤病好了，他皮肤病已经治疗好了，医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，他已经治疗好了，因为他之前的皮肤病身上只要一干就治疗好了，属于他的皮肤病已经算治疗好了，在慢慢恢复的过程中，所以皮肤病的话，你看他就在地上找吃的呢，
嘿嘿，找到吃的了吗？找到吃的了吗？有没有找到好吃的？但是现在不能给他吃，细小治疗过程是不能给他吃的，明天再输一天液，后天一天就可以吃了，一个星期嘛。福大命大的宝贝，救助的时候就苦不堪言，救助回来要感染了细小，真是福大命大的一个宝贝。这么小，这么小的一只狗狗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让它的皮肤病已经在退了，皮肤病已经好了。哎，放屁了你！你放屁声音好大，看肚子已经退了，皮肤病已经在慢慢恢复了。怎么说也是一只可怜的毛孩子。之前的生活真的苦不堪言啊。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，那天晚上，前天晚上他拉雪了吗？拉雪的时候拉下这么长一个木头，雪里面带了根木头树枝，这么长一节树枝，那应该是在流浪的时候没吃的，然后捡垃圾吃，把树枝吃到了肚子里面，一直没有排出来，然后拉雪顺便带下来了。那段视频因为是一月发的，一月发的他是发的竖屏，我剪辑不上去，所以就没有给大家看。他也渴望外面，他也想去外面玩，看他一直从玻璃看着外面，想出去玩，但是人家这边不让出去，怕感染到其他客人，其他店里客人的狗，所以不让出去，只能在这一亩三分地里面转一转。嘿嘿嘿嘿，你看，你想出去玩，再待两天，再待两天，我就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还不能出去呢，听话的宝宝是乖宝宝，咋了？非要挨着我？挨着我咋？挨着我舒服吗？真的是高兴啊！看到他现在恢复，心里面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高兴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后面就剩下他享福的时刻了。这是他晚上睡觉的笼子以及输液的笼子，我给他买的新垫子，这个垫子120块钱买的，他睡在这个垫子上晚上，这个垫子很暖和。嘿嘿，小嘿嘿，你是我们的小嘿嘿。然后我也要回去了，我是今天过来看看他，回去的话还得在路上开车开2个小时啊，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开车开得好累啊。我们基地来一趟医院真的是好难啊，感觉开车开到精疲力尽的那种。然后今天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，大家也一直不放心嘿嘿，我说过来看看他，给大家录个视频，这样大家就放心了。嘿嘿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